还有个诗，喜那个字写错了，不是、啊、那个喜字怎么写成这样？房子倒塌了呀，改变成两层了，连起来了哈。这个大家都知道啊，是不是都知道？都知道？真不知道，你们都上过这个课吗？没有啊，六庙们没有上过的。那，教务长啊，上次把六庙们好好拿出来念叨念叨吧。这个。有些同学知道吧，呼呼虚这六个字你不要少看了它、哦、如果你真修好，身体非常健康，而且容易得病，有心脏呼子对心脏不舒服有病了，多数这个字，这几个字呢，第一，每修一个字的时候，念一个字的时候，不准出声音，意念上有这个声音，嘴巴的形式也有这个声音，但是声音听不见的，就是都六个字都一样。第二，这六个字啊，最好用客家话念，或者广东话与闽南话念，用国语念都不对了，记住啊。那你看啊，你的嘴也是嘴，我的嘴也是嘴，都记一下啊，嘴型念胡子，你们会懂广东话、闽南话，或者念什么？这个“科”字念什么？口旁那个“科”？你们有没有广东客家人在这儿啊？哪一位？闽南话这个“科”字念哈？啊？不是刚才哪一位讲话，请站起来。广东话“科”字，这个“科”字念“哈”吗？不对啊。对，那个是对的，“何”不是“哈”，“哈”是“哈”。嗯，这个话是广东发音，就是这个嘴型的发音，不要念“口”字，啊。脸张开笑，把所有的浊气都吐掉。假如心脏有问题的呢，经常念这个，然后把这个浊气呼完了，静下来，你不要管进来的气。我们人为什么要呼吸？我们这个生命活到呼吸是什么道理？明天再补充啊。哎，这个气进来是阳气，一到身体内就变成碳气，所以急于要把碳气呼出去了，不然就得病。所以有呼有吸，所以呼是管心脏部分的啊，这样念这个音，呼管肠、脾胃、肠胃。你自己体会那个嘴型这个发音不同的，你尽量把气这个出去呼完了，自然给它停下，不要吸气进来，它自然会吸进来。这呼，这个虚字呢也不能叫国语念了啊。又要叫开家话，哎，
开斋化念什么样大声的，你一会啊，嘿，哎，对了，那反正叫开斋化，广东话、闽南话。对了，叫现在国语念不对，现在的国语是当时在北方北京啊过来的，快在北京靠北一点的过来，是满清三百年来的国语，客家话、广东话是唐朝的国语，闽南话、福建话是宋朝的国语，啊，那么我们这些辅政翻译都是唐宋时间，所以发音不能叫现在都是，很多搞不对了，这样懂了吧？所以这个虚不念这个虚字，不是叫国语。嘿，这是肝脏的吹，就你吹了，嘴巴尖起来，关于肾脏的啊。这个喜字呢，不念喜，闽南话念，哎，这个客家话念什么？对了，喜字管三焦的，管三焦。的这个胸椎，这个啊，淋巴腺呐，啊，胸上腺呐、啊、等等，这是管三焦的，就是你看修弥勒菩萨一样，嘿，我们笑着的嘿嘿，这个习俗叫啥？管三，你看你这。痛快的拉开嘛，不要出声音，你自己走到哪呢，这里就放松了嘛，身体松了嘛，三焦的球气都出来，试试看，哎，来吧，我们大家修疯子嘛，不修福，就这样啊。其实这个诗也要叫开斋方，哎，这我就对不起，发不来。你大声一点，被我喝呢，开斋样，啊，就是啊，四字发音叫广东话，闽南话嘛，这个四字还是喜了，差不多的，喜，叫闽南话广东，这六个字非常有效的，所以你上座以前先要这个调好气，然后就安乐不乐。注意仔细这个习字这一段，一正一曲直接都定住一下，效果就很快了，成就也很快，出入习这个手法啊。差不多有所成就的这些祖师们多半是带到修这个加兴法而得成就的，很重要。那么后来发展成密宗，所谓讲修气修脉，道家的这些做气功的发展都是这个法门演变出来，我们知道现在这个生命活到这个生命只是两样东西组合的，一个是感觉，一个是知觉，感觉状态就是触法，触与受，知觉就思与想，在。